我们一起先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必成正觉第七。诸位大德同修，吉祥，阿弥陀佛。我们这一段时间在学习第七品经文。那上一次我们学习到的这一段呢，我们再念一下经文。如佛无碍智，所行持敏行，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狮子吼，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黄老呢，他有做白话注解。我们每一段经文呢，每一句经文其实都很精辟。我们透过老和尚的教导，黄老的注解，这都是大善之事对我们的加持。相信呢，我们都能深入每一句经文。我们学习不能囫囵吞枣，不能走马看花。我们刚刚念愿解如来真实义要深解义趣，我们行才能更深更广，解行相应。这个黄老白话解里面呢，就这一段经文呢，有提到以前的经文呢，因为这一品是阿弥陀佛发四十八愿之后，又接着讲了一段偈语，等于也是总结四十八愿。这段经文我们这几节课都在学习。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道。我们都在经文当中要能感受到阿弥陀佛的心。你看这个超世之智，这个愿力是宏深的，很有气概，而且决心很坚定。我们说目贤当目其心呢，所以这第六品、第七品，包含第八品，都是深入学习弥陀之心愿、弥陀之行持。老和尚常说心同阿弥陀佛，愿同阿弥陀佛，
解同阿弥陀佛，行同阿弥陀佛。哦，那这个具体怎么做啊？哦，那这几品经啊，是重点啊。啊，老和尚说，介绍老师给我们。啊，他老人家谦虚啊，啊，我给大家介绍老师，阿弥陀佛。啊，无量寿经啊，就是阿弥陀佛。啊，我们不是往生才跟阿弥陀佛学啊，我们当下就是了。而且还要做释迦弥陀第一弟子，这个也是无量寿经经文当中对大家的期许。我们学习要有收获首先心态重要了。佛门常说法器呀，堪受大法啊，用器皿啊，器皿才能接住东西啊。所以这个法器呀，就代表我们在听经当中是真诚心、恭敬心，还有直下承担的心。不能边听愿文边听老和尚的讲解心里冒一个念头那是阿弥陀佛那是老和尚那我不可能那这一念呢就没有直下承担的心了那自己就不是当机者了。尤其啊，我们处在这个大时代呀，现在众生从个人身心、家庭还有事业还有种种社会问题，甚至包含国际间的动荡，我们处在这个大时代呀。更应该于诸众生示度自己因有众生而起大悲因有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觉佛也强调在末法当中有不少弟子因为看到佛法衰败众生苦难发起菩提心那佛在世讲的这段话了可能就是指我们了我们传统也说见义勇为见义不为无勇也了而且见义不为内心就会觉得良心不安比方说你看到一个很需要你帮助你也帮得上他可是可能呢自己自私心起来了享乐的心起来了没有给他及时帮助可能心里面呢也会有点不一样好像感觉有点不安这代表什么代表人有良知可能自己的行为跟性德不相应会感觉过意不去你看我们儒家讲五常
哎，这我们做人的常道，应该如此的。啊，我们有不相应的地方啊，这个良知啊，就会起作用了。啊，所谓仁、义、礼、智、信。仁则爱人。啊，我们应该替人家想。哎，但是那时候啊，情绪上来了，啊，自私上来了，没有及时的替人家想，事后啊，可能也会有不安。啊，义，义是义也应该做的。啊，五伦十义啊，哦，我们在伦常本分呢、啊、当中呢、啊，都有我们应该尽的义务。这个不是谁规定的，哦，我们老祖宗教的呢，就是顺着我们的天性给我们指导。哦，你看父慈子孝啊、哦，这个是在父子这一轮当中啊、哦，父亲应该慈爱，而且这是他自然流露的。哦，最近接到一位同修啊、哦，他们夫妻呀、啊，啊，在大学时代啊、哦，啊，都做义工啊，有办佛法的传统文化的课啊，他们那时候一起来做义工，哦，后来组成家庭啊。啊，现在生第四个孩子了，啊，我是挺高兴的，多多益善啊。为什么？哦，有这样的父母啊，这种姻缘太难了。哦，夫妻都高度认同传统文化。嗯，啊，我看很多圣贤人要来投胎啊，啊，也是挺不容易的啊。在那里考虑半天啊，啊，这个下去会不会被转掉啊？哦，因为父母是孩子啊，人生首先最重要的护法啊，最重要的真善缘呢。哦，哦，我们历史当中，啊，孔子、孟子，哇、哦，那母亲都是全心全意啊。啊，昨天有同学啊问到这个，现在孩子我们带呀、啊，在英国啊，夫妻都要工作啊，那都这个交给阿姨了。哎，现在年纪小啊，好像不大会讲话。哦，你跟他可能互动太少了。那是不是送回大陆去啊？那大陆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照顾啊。啊，在这里我们夫妻都上班的时间很少。啊，诸位仁者。你们会怎么抉择？哦，古人留了一句话了：“治要莫若骄子。”啊，孩子投胎来啊，应该是跟爷爷这个父母的原生，所以投到你们家里来。啊，应该不是跟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缘比较深偷来的。既然缘比较深，结果你又不把它放在身边呢，他会有什么感受啊？他觉得你
不重视他。哦，那当一个孩子觉得父母不够重视他，你说他的心怎么样？安不安定？好，今天你夫妻事业发展的不错，赚了不少钱，你跟你的孩子不亲，你想一想，你当父母会不会快乐？哎，这些事哦，要想远一点哦，因为人生哦，不能重来哦。哦，所以古人这个话很值得我们深思哦。而且一个家的财富啊，那也是过去生修来的。哦，不是说你两个夫妻赚了，你就赚的比较多哦。哦，我们遇过一些同修啊，他们也很相信因果，哦，也有所取舍，哦，那后来，哎，家里的财富也没有比较少，哦，当然我们只是，彰显这些义理，哦，我们也不能去帮人家下决定，因为每个人他认知到什么见地啊，这是不能勉强的啊，我们自己言语啊也要拿捏好分寸哦，我们把重点讲了哦，但是要交代一句啊，这个跟诸位仁者也一起交流哦，讲话呀，我们的分寸要拿捏好啊，那是人家的人生抉择啊，我们可不能帮人家拍板了，哦，因为他客观的家庭情况以及接下来会发生哪一些挑战，有没有挑战？铁定有挑战的，教育孩子哪有那么轻松的啊，那人生哪有说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啊？所有的本分都尽好了，那这样的人生也只是来享福报而已了。啊，况且我们已经选择修行的路哦，哦，黄念老说的，都要经一番寒彻骨了啊，诸位仁者，你们经历几番寒彻骨了？哦，假如都没有觉得，那就两种情况，哦，都没有觉得有什么寒彻骨啊，那第一种情况就是你已经啊如如不动了啊，啊，什么境界动不了了，你的心了，哦，这是一种情况了，啊，另外一种啊，那还没真干呢，还在悠哉悠哉享享福了，呵呵，啊，哦，你看古人修学的态度啊，三天没遇到倒霉的事啊，就痛哭了啊，佛菩萨不加持我了，哎，怎么都没考验来啊？哦，那儒家也是这么讲的，啊，天将降大任呢于斯人也啊。大家想一想，四个孩子轻不轻松啊？哦，所以我也很敬佩他们夫妻啊。啊，每一次回台湾啊，会向他们礼敬一下啊，顺便看看这些孩子。哦，那一天第四个孩子诞生了啊，啊，把啊，我刚好看到照片，哇，天庭饱满，哇，特别宽，耳垂很大，哦，所以相貌很好，嗯，这个有来历的小孩。
哦，老和尚说要三到五代人啊，锲而不舍啊。哎，到他们这一两代人，他们的因缘很可贵了，很难得了。哇，能出高深大德啊！承德觉得呢，自己这一代人啊，做铺路石的工作，让他们后面的这一两代人呢，路好走啊，好修行啊，有好的基础啊。我们这一代人，大部分都不是从胎教开始的。大家现在感觉一下，好不好修啊？哎呀，一想想，还没遇到老和尚以前染上的那些习气呀，真不容易啊。哦，哎，化悲愤为力量。我们看祖师20几岁就开悟了，20多岁、30多岁就入境界了，著书立说了。你看藕益大师49岁就走了，他为各个宗派留下多少典籍？那很年轻就很有成就了。末法还有9000年呢，真的需要一代比一代强，才能振兴正法。那这个刚出生的孩子，你看他的父母一看到他，那种天然的慈爱就流出来了。所以老和尚有一次在日本，刚好看到一个母亲带的好像是4个月左右的孩子，你看老和尚多会机会教育，看到后面有这样的情境啊，停下脚步，来来，大家来看，这个父子有亲的天性，老和尚还有一段墨宝，叫人生百日，体露珍藏。这小孩生100天呢，他呢还没有分别执着啊，那个眼睛啊非常的雪亮啊，见到一切人都不分别不执着啊，常常充满笑容啊。我们修行人也要修的婴儿形，最近我们汉学院开始第一届汉学英文系结果来了一位60岁的学员他自己以前当到副教授在伯克莱教学从小就不喜欢吃肉，可是很难得不让他母亲生烦恼，到了好像是14岁才全部吃素蛋奶都不要后来研究人类学，你看都是对这方面呢有热爱的。而且他好像是意大利裔的然后又在英国在威尔斯长大，所以英文跟威尔斯文都很好结果后来生病了，过敏了他把工作先放下，结果开始练太极拳，现在在教太极拳对东方的东西特别有信心他现在很努力学中文
哦，那一天跟他交流的几句啊，我也突破了一点啊，多讲英文啊，他说我们互相学啊，我现在学英文啊，他要我学中文。哦，感觉真的冥冥中啊，佛菩萨安排啊，这么特别的人才。哦，而且我们真的向西方弘扬啊，在西方成长啊，真正的西方人啊，他融会东西方啊，再来讲，因为他对于啊西方所在地的语言、遣词用句、他们的心理、他们的风俗习惯啊、宗教都很清楚。我们有时候哪句话讲错了，自己不知道。哦，啊，甚至于学英文，啊，学了很多文法，啊，其实可能都不是人家常常用的这个句子，啊，这个翻出来，每句话都没错，文法都对啊，但是听起来就别扭别扭的。因为不是他们常用的。好，哦，所以刚刚讲到啊，五伦十义啊，这个不是谁规定的，哦哦，所以这个当父母的啊，看到啊自己出生的骨肉。他那个慈爱就现前了。哦，那孩子看着父母啊，那种亲爱也是油然而生。哦，那天性如此啊。哎，可是我们假如后来因为一些因素，哎，把孩子忽略掉了。那等孩子大一点了，你看到他有偏颇啊，你说当父母的人能不纠结吗？能不难受吗？哦，所以人生最难的不是奋斗，而是抉择。现在你找到很快乐的人了，哦，从内而外开怀的笑的人，我看都不是很多。因为在人生重要的抉择上啊，他可能没有抉择对，哦，慢慢那些现象产生了，他就开始有不少遗憾。不要说东方人，西方人也一样，哦，所以像英国汉学院前校长修士校长啊，我们多次受邀啊到他们家啊，他的太太很贤惠，家庭主妇，三个孩子都是医生，怎么来的？大家想一想，他太太假如出去工作啊，能培养出三个医生吗？哦，这个万法因缘生呢，啊，缘是助缘的。哦，一个孩子身体健康，心里非常啊安乐安定，他的学习状态一定不一样，做人处事都不一样。哦，而且这一些都是影响他一生。哦，所以古人说人无远虑啊，必有近忧啊。你看看我们现在组织家庭的人什么时候开始忧了？不要等15岁啦。你现在没有教育的智慧啊，你孩子3、4岁你就管不动啦。我们看到报道，1、2岁开始滑手机了，
四五岁给他抢过去，在那哭几个小时，不还他继续哭，歇斯底里，必有静忧啊！啊，最近台湾也有报纸报道了，啊，现在十几岁的孩子呢，打父母、打爷爷奶奶很多，为什么？因为他们玩手机、玩游戏上瘾了，只要被拿走，就是情绪失控啊。对待父母、老人，哦，所以啊，以前社会单纯呢，啊，我们教育的智慧不是很高啊，可能孩子还不会偏颇到哪里去。现在整个社会复杂度高多了，啊，没有三两三呢。你这一生要啊平顺的走啊都不容易哦。哦，当然讲到这里啊，啊我们不要产生一个无奈啊，哎呀，有这些考验呢 啊我们才能久炼成钢啊。哦，任何一个静缘会修的人，都是提升自己的真上缘，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我们面对这个大时代的苦难了，你可以埋怨，你也可以起大悲心，心大悲，名有情，同一个境缘。哦，所以师长常常讲经说，你慧梦提醒我们慧修啊。这一次到啊德国啊杜塞尔多夫啊，见到一位老菩萨，快八十岁了啊，面相啊很柔和，很有气质啊。一交谈呢，有点与有容焉啊，高雄人啊，高雄旗山人，呵呵，哦，啊，仁者要山啊，哦，他住在山边啊，哦，所以你看面容很慈祥。他的先生呢，快九十岁了，失智啊，好多年。哎呦，不简单哦！他那么大年纪了，独自照顾他们家的丈夫哦，照顾的面容慈祥又有笑容，我觉得挺有功夫的。哦，而且他遇到这个静缘呢，很用心，看了很多资料，提供给啊有这样家庭的人。哦，他拿给我的资料是德文的，啊，现在人工智慧比较方便，嗯，到时候可以查一查。啊，我当时就很感叹，就，哦，一般人觉得，哎呀，我怎么这么不幸啊？都可能怨天尤人。哎，但是他在这个静缘，他说这么多年。他都是想着先生对他的好，哦，你看，可能过程里面一般人觉得不愉快的事，他也不会放在心上。这就是敦伦敬分呢，然后用出真心来了，哦，然后还帮了不少家庭。啊，我之前。我们举过例子，啊，那杨医生的女儿刚好有忧郁症现前，哎，他转烦恼为菩提啊，啊，化悲愤为力量，化危机为转机了，
这修行最重要，会转，会转了，事事是好事，人人是好人。哦，那这个老人家啊，我们相聚两天啊，要走的时候啊，他说希望啊，他在杜瑟多夫啊弄个弥陀村啊，哇，你看很有愿呢 啊！我说随喜你的发心啊，你是主哦，我们不会袖手旁观啊，我们是伴啊，大家要了解。你是当地的人了，那一定是主啊！你想一个事业啊，要靠外来的人来主导啊，来负责，这个天时地利那个不符合的啊！一定是啊，当地的人要带头啊，自助者天助就会感召因缘。大家可以留心去看看啊，只要是依赖别人，依赖外面的力量啊，可能你城市以外的力量，有没有做成功的，做长久的？所以佛门为什么讲主办圆融啊，还是很有道理的。你看一个人，他是自己人生的主角，哪怕是他的父母也是配角，他父母能帮他多少也是他决定的。我们也有遇到哇，办学学生六七千人刚好跟我们交流那一般呢这也是人的惯性依赖。大家想一想，一个人依赖心没有放下，会不会赶来很多助力啊？这个依赖心没放下，哪怕有贵人最后人家贵人也吓跑了。然后他越来越依赖啊，那他又提升不了，又没有效果，人家不会帮这种忙啊，没有意义了。人家一帮，哇，自立自强，特别珍惜。当然人家就更愿意来互念了。所以佛门这些教诲，你看主办圆融，就在我们每一个家庭里面，每一个人身上，甚至事业里面都是如此包含你每一个境界，你见到了都要清楚，要拿捏好分寸。就像刚刚说的有同修问陈德我孩子是要放在英国还是放回大陆，这个我不是主啊，这个分寸要拿捏好，不然你到时候拿捏不好还造成人家困扰那这个不是我们希望的这造成人家困扰我就恼害众生了这个就犯了杀戒了。那这个刚刚提到的生了四个孩子主办圆融我帮他们找老师啊没有袖手旁观要见义勇为最近实在讲不用担心这佛菩萨祖先承担
啊，我们把心用对就好了。啊，在最关键的时候就会有人出现了。哦，所以也提醒自己不要乱操心。好，就像刚刚跟大家说的啊，汉学英文，哇，第一届就有副教授来了，而且熟悉美国、英国社会。哦，他是在美国教书的。嗯，好。哦，那刚刚啊，我们啊提到啊，前面这些经文呢。啊，我们都要去感受阿弥陀佛的心啊！啊，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道。哎，那种做事的果决、毅力，我们有没有随文入观到了？嗯，不能半途而废。啊，有恒为成功之本啊！私愿不满足。事不成等觉，复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你看，发那四十八大愿，尤其要度啊六道众生呐，啊，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啊，你看往生呢，离究竟苦。得究竟乐啊！出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啊！六尘说法最快成佛的地方啊！啊，出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啊！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啊！大家读到这四句啊，有没有学到阿弥陀佛列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其中一个重点，他的度众手段呢、啊，方便到了极处，十念必生。就持名了，这么容易的方法。啊，看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哦，那诸位仁者，大家觉得现在帮助亲戚朋友、帮助众生、度众生容不容易啊？不容易啊！好，那要学到阿弥陀佛的善巧方便。哎，当然不容易是正常的哦，不能气馁啊！哦，因为老和尚也给我们做了心理建设啊、哦。啊，老人家提到了李炳南老师啊，对他说了啊，我们这一代人呢、啊，是跪着把佛法求过来啊，到了你们这一代。啊，是老和尚那一代啊，啊，跪着把佛法这个供养出去的，老和尚那一代啊，承德是孙子辈的，少两代人了，所以老和尚那一代是跪着把佛法送出去啊。到承德这一代，哎呀，我也没有跪啊，应该是要趴着了，现在还没跪呢，哦，所以这个啊，这个心理建设很好啊，啊，觉得现在也还不是很大的挑战，啊，没有跪就啊，没有趴着就不错了。哦，所以这个都给我们心理建设好了。哦，你看李炳南老师跟老和尚说的，你讲的不好还好，讲的好啊，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哦，
后来真的还睡过火车站呢。哎，老师讲的真准。哎，哦，我们会观察因缘呢，也就不觉得意外了。哦，那个现在，假如两三岁就开始滑 iPad， 那你不跪着趴着，我看也不行。哦，你要极度的耐心才行了。哦，我们讲到这里啊，会不会觉得，哎呀，那我多委屈呀！啊，你还有委屈感，代表我执还没放下。哦，所以代表这个净缘呢，啊，把我们的慈悲心，把我们的耐心啊，真的练成了。所以佛菩萨感恩众生哦，哦，我们也感恩这些净缘哦，啊，不魔不成佛啊，啊，哦，所以要学阿弥陀佛的善巧啊，所以教人以善恶过高，当使其可从。哦，你教人家行善呢，啊，学圣教很好啊。可是呢，要求太高啊，哎，让对方觉得啊达不到了，啊气馁了，这个就不够善巧方便了。啊，要多鼓励呀，啊，多肯定，啊，不要扼杀到他的信心的，啊，工人之恶勿太言，啊，要使其堪受，啊，当然这个不是死板的啊，也是因材施教，嗯，好，如佛金色身，妙相悉圆满，啊，亦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啊，离欲生正念，净慧修犯恨，啊，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啊，消除三垢名，明济众恶难，悉舍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啊，你看整个过程，其实都是啊。啊，慈悲，啊，救度众生，哦，所以在啊《毗卢遮那经》当中提到，大悲为根，成就佛道啊，根本是什么？大悲心。啊，佛门也常讲，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哦，不忍众生受苦，哦，所以要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哦，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哦，现在人没智慧啊，不会判断啊，往往随波逐流。我们看现在的风气，啊，功利主义、享乐主义，啊，这种风气力量啊，蛮强的。啊，不要说现在了，啊，承德十几岁的时候，这些力量就很强了，自己也受很大的影响。啊，像啊穿着，哎，他也不会判断哦，啊，就跟着潮流走路，啊，看肚子都露出来了，哦，那个为什么不孕症很多啊？因素很多，这是不是其中一个因素？
你看受寒了吗？就没有办法孕育生命了，所以都放纵了，暴露了，都受这些风气影响，不知道分寸。分寸是我们自古啊有礼教、礼乐教化，礼就是分寸。你看穿着得体，有分寸；言语也有分寸。从礼啊，训练一个人的心呢，是有节度的，不会啊放纵啊欲望啊，不会放纵自己的性情、性格。现在礼教没人教了，难怪李炳南老师看到这个时代。哦，那政府没有治理作乐，他老人家位卑未敢忘忧谷，编了常理举要，没有理啊，道德仁义是修不上去的啊，道德仁义非理不成，所以没有礼教啊，家庭社会一定乱，这个不能侥幸哦。古人这个应该是《礼记》的话了。哦，所以我们想到，哎呀，现在的人不重道义了，他连礼都不懂，他怎么重义啊？他怎么仁慈啊？啊，礼者乱之始也，就是说你用最低的道德礼教了，那这个社会可能就要开始乱了，因为你不是以道德仁义为标准了，只能以道德这个礼来教了。哦，所以我们得从这个基础，你用法律啊，那个很难化解人与人当中的摩擦冲突。哦，现在都说法治啊，那个是比礼啊更低的一个手段呢。大家有没有遇过亲戚朋友用法律解决家里的问题，解决完之后说太公平了，太好了，来，你们有听过的请举手呀。所以啊，我们得慢慢在整个人心啊往上提升了，所以要从礼开始学起啊。李炳南老师的苦心呢，我们要珍惜啊，常理举要。里面就提到了言语分寸啊，有很多句啊，我们举一句：交浅不可言深，绝交不出恶言。你第一次见面了，哇，太高兴了，家里什么事都告诉对方了。哎，假如对方起了不好的念头或者要利用你，那你给他讲的话不变把柄了，那没有言语的分寸了。哦，现在微信上不认识的人，家里啥事都跟人家讲。以前做了什么荒唐事，我都讲出来，
希望人家安慰，这个都太过了，都太暴露了。你看，服装会暴露，言语会暴露，一切法从心想生的，人的心一偏呢，表现在每一个细节里面，穿着、言语，甚至自己的情绪，以前的人比较内敛了，他现在人动不动，哇，整个情绪就在人前控制不住啊，爆发出来了。这个从这里我们就感觉这个礼教的重要。好，你这个情绪啊，你在公司里面这样爆发出来，你在社会、在团体里的威信啊，可能就大打折扣了。好，所以开彼智慧眼，自己以前这些都不懂啊，也是遇到老和尚才慢慢学习是非善恶、邪正利害、真伪的判断，有智慧了才懂得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了，这样才能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这个极乐世界六十说法，六层说法都没有间断进修结要第十拜一心观理这个这个极乐世界教主本尊与彼高坐这个是第九拜一心观理极乐世界今现在彼我怎么一下子一心观理极乐世界教主本尊今现在彼为诸有情好，宣说甚深微妙之法，令得殊胜利益安乐。好，我可能最近没有天天讲经所以有点失智所以这个经不可以，或者拳不可以一天不打歌不可以一天不唱。经不可以一天不讲一天不讲自己知道两天不讲同行知道三天不讲听众知道现在听众都知道那今现在说法的说法没有间断了
啊，这说法师这个魏仲开法藏广施功德宝。那这个我们刚刚念的这一段经文，黄老说到了，这一段如佛无碍智所行持名行，常作天人师，得为三救颂，说法之手广度诸有情，圆满悉所愿，一切皆成佛。黄老这个做了大经的注解，进一步又做大经的白话注解，良苦用心我们感受到没有？哦，感受到了黄老在极乐世界就放光照我们了，跟他的心心相应了。因为毕竟注解也是比较简单的文言文现在大众看得懂文言文的不多你看现在印主文钞都算比较简单的文言文了，但很多人都看不懂所以黄老慈悲做白话注解我们看一下他老人家说到了这一段经文以前呢都是弥陀大愿海四十八愿的总结提高与深化，本段这八句的内容是愿文中没有提到的这也是佛经的常例就是在寄送中添补了长行所没有的内容所以本段的内容确实有无比重要的含义前面第六品是发愿算属于长行那现在这一品都是寄送一句才五个字有很重要的含义那本段的大意是这有白话的注解我愿有如同佛一样自在无碍的佛智那大家愿不愿意我看你们有点还不是很愿意还是有点可能吗你看海贤老上给我们表演呢不是字老和尚说这海贤老和尚的光碟无量寿经总结一个来小时劝我们要多看我们星期三学习老和尚四十八愿讲记可能再过几节课就告一段落我们再一起学习海贤老和尚表法老和尚怕我们看不懂老和尚是内行人我是外行人看不深入所以老和尚手把手带我们怎么观察善知识你观察不到你要从哪里效法但是观察到了 也才是个开始你要效法照着做那贤公表演了他不识字老师教给他一句佛号他就念了92年而且老和尚常常算给我们听可能在25岁就功夫成片了
啊，差不多30岁是一心不乱了，啊，不到40岁啊，就理一心不乱了，那就有佛的智慧了，自性的般若智慧就流出来了。老和尚常说啊，说我们不如古人聪明智慧啊，我不相信啊。大家有没有印象这一段？哎，我们没有比较差，但是我们得效法古人学习的态度。包含我们现在跟老和尚学，还有夏老、黄老的加持，印祖的加持，贤公的加持，包含这个刘树云老师的姐姐啊，刘树清老菩萨，人家也表演给我们看。那刘老师现在也讲《无量寿经》啊，复讲到3遍了。你说这么多善知识啊，为了谁啊？我们懂得去体会因缘呢、为了我们呢、我看还不够贴切，为了我了、哎呀，让释迦牟尼佛，让这么多师长们呢、费了那么多心了、是生生世世啊，随逐于我了。哇，这我自己不能再任性了啊，不能再随顺脾气了。好。当然那么多善知识要帮助我们了，我们得老实听话了。接受他们的教导，福在受见，我们这个慢呢，四大烦恼常相随，慢表现在哪？比方挑老师教的东西。那挑不是比老师还厉害了？哎，所以老和尚讲经也说，有成就的都是老实听话、真干。包含能接受别人劝，在团体里面讨论事啊，要多听别人的意见。就不能好像自己的别人意见跟自己不一样，就不是很欢喜。这个都是我见在起作用的。或者自我的感受，就我的看法比较好，我的见解比较好。这个慢慢的人家都不大敢给我们提不同的意见。所以我们修行人的敏锐啊，感受是不是给我提意见的越来越少了？一切都是感应哦。人家很没有负担的可以提醒我们，这是我们的态度感召。或者好像给我们提的越来越少了，所以师父领进门，修行靠个人，修行的路上我们要自己检查自己的状态，自己的状态在哪？人际关系的状况就是自己心的状态，人际关系是依报，随着正报转，正报是我们的心呢、
好，比方我们在人际相处这伦常里面感觉生了烦恼了，我好心，可是人家不接受，那人家不接受也是我们的依报，所以是正报转的也要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可能我们假如没有这样去反思那自己还会觉得很委屈，我明明为对方好怎么他不接受呢我们一个同修劝他女儿他女儿刚好提到工作上自己表现的挺好的他这个父亲听了马上跟女儿讲你要让功于众让名于上，他说女儿不是很接受那可能我们觉得我是护念他，可是我们呢没有体恤到女儿当下在讲这些话她的整个心理状态是怎样，她可能有一点嗨是吧你突然一盆水给她浇那可能一般人接受不了了所以古人为什么说调剂人情，你要顺势而为，你不能没有顾及他的状态所以一般说我讲话就是这么直其实这个就是给自己没有体恤别人一个非常合理的说法那你看我老和尚他面对学生都要考虑到学生的接受度不直接讲人，都在讲经的时候讲那一天有个同修提说他听到老和尚一段过往发生的事就是老和尚很用心带一个学生，结果带了一段时间这个学生走了从此老和尚不讲人了我说这是你下的结论还是跟你讲这个故事的人说的我个人看法我觉得老和尚不会说从此都不讲了应该是深刻感受到这一代人的状态，可是老和尚心上不会放一句话不能讲了不能讲了不能讲了，不会的，那便露印象了，真心一法不立，老人家只是领悟到了现在众生的状态，但是遇到真正受教的学生还是会知道的，只是大部分不直接指点了在讲经的时候善根过的人他马上反观他就受用了不接受的因为你没有直接讲不得罪他，为了不得罪学生也是慈悲保持好缘分
缘分够厚了，那就更好互念了。哦，经一次长一次，哦，不会经一次长一怕了。哦，好。哦，这个，哦，刚刚提到，哦，我们这些伦常里面的互动出现不愉快，那还是要从自己的心地反思了。哦，哎，劝同事人家不接受也是如此啊。啊，自己的言语态度啊，因为这一次在伦敦啊，我看那个同修啊就很有正义感啊，他在工作当中遇到的事啊，我看他可能好一段时间啊，这个困扰在心里了。哦，他也是出于公心，出于让国家不要浪费太多钱啊，去劝患者。哦，那他在叙述的过程，我说假如我是患者，听你这么讲我也不舒服。哦，他很难得啊，他马上有所领悟。哦，那我知道。哎，这个是真有善根啊。哦，其实这个重道义的人啊都挺有善根的。哦，但是有时候那个劲来了，哦，他没看到自己的状态。哦，你一提醒他呢他容易接受。哦，因为他的出发点不是为自己。哦，包含，哦，你看夫妻，哎，两个都学佛，关系会不会改善很多啊？不一定。哦，这个得要反求诸己啊，才会越来越好。要把法用上了才会，哦，不然，哦，因为大家都学佛了，很容易啊，哦，比方说对方有点不妥了，啊，我们这个道理啊过去了，哦，那对方一定不舒服的，哎，哦，所以家里是讲爱讲付出的地方，哦，不是讲道理的地方。哎，哦，所以这个看起来，哎，我为他好啊，你看我都用老和尚的话劝他，哦，但是我们那个心念要看得更细，有没有要求，有没有要道，要对方行道。哦，那另一方呢，哦，他可能希望你安慰两句啊，结果你道理过去了，啊，他就有点受伤啊，所以一个要道，一个要情。哦，那这样纵使夫妻都表面上学佛啊，我看每天叮叮当当哦也会不少，啊，人家这个。张善和是叮叮当当九炼成钢啊，太平将至我往西方，啊，哦，我们不要每天一点小事啊叮叮当当要道要求，哦，那这个就太可惜了。哦，共同都学佛啊，啊，这个是可以这个同生极乐国，这么好的缘分，哦，要好好经营。哦，所以我们一般呢亲戚朋友当中啊会，有这些烦恼不愉快啊，可能都有心念上都有要道，要别人行道。哎，你都学那么久了，这个你应该懂啊，心念里面有要求，
所以老和尚说放下控制的念头，放下占有的念头，哦，不然就要情了，给人家讨人情了。哦，那黄老说到了，哦，这段白话，我愿有如同佛一样自在无碍的佛智，这是我们本有的，本觉本有，一定可以恢复，怎么可以不相信自己？我本有无量的智慧，我不把它恢复，那是太对不起我自己了。哦，所以《劝发菩提心文》有其中提到尊重己灵啊，哎，这个也是菩提心了。哦，所行持悯行啊，和佛所行啊，大慈大悲普利众生是行。啊，愿如佛一样，常做天人的导师，来教化有情。啊，成为三界中啊，啊，得为三界雄啊，无所畏惧的大雄。啊，我愿圆满过去啊所发过的一切大愿，啊，圆满悉所愿。啊，我们这一生曾经发的愿，啊，承诺别人的事，我们要尽力去圆满它。哦，那就是一切皆成佛。哎，阿弥陀佛发的愿。那这八句偈啊，尤其前面六句，啊，法藏大士啊，愿成就无量寿无量光，哦哦，这个是啊，整个第七品啊，啊，八句偈呢，前六句啊，我们刚刚有念的那些经文啊，普开智慧眼，同得光明身的同时，啊，力求自觉，不断增长，等同如来。哦，你看一下，如佛无碍智，所行持悯行啊。由于全部誓愿呢，都是觉他。好，若要别人觉悟啊，首先需要自己觉悟。哦，你看我们遇到大乘佛法，你看过去的善根，哦，我们也都很愿意接受。哦，也愿意发愿。哦，那四弘誓愿，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第二愿，烦恼无尽誓愿断。哦，哎，这个先后次第啊，这个不能乱掉了。哦，所以黄老这里提到啊，你要觉悟他人啊，首先要自己觉悟。啊，自己还在，还整个在无明分别之中，哦，我们的分别之所念，哦，都很容易就起来了，所以全体是迷啊，啊，怎么能启发引导大众求得觉悟啊？其结果啊，只能是一盲引众盲，相将入火坑呢，啊？哦，在当前末法中啊，这个毛病啊特别显著。无论在家出家，
往往好为人师或自家，自己给自己加了活佛啊、法王啊等美号，登坛卖法，把佛法拿来贩卖了，不能批判如来，如来是同体大悲啊，帮助众生啊，没有讲条件的，或者自夸妙悟，自己开悟了，妄谈相似般若，没有真正契入啊，这口头禅很多啊，可能，你看像儒家讲的，既问之学呀，不足以为人师啊，自己都处于死记硬背，悟性啊没有开，那怎么去帮别人启发悟性啊？这个就不容易了。或者包含都，能关照到，众生的根性，包含众生听了这个法，他会不会误解掉了，听偏掉了，我讲法的人要敏锐哦。我们看老和尚有一个专题，善学佛法与传统文化，看到大家听经啊听偏了，及时啊辅正，你看都很敏锐，众生会不会听偏掉了？其上者于弘法中啊，难免放毒。刚刚提到的这些情况啊，他可能在弘法当中啊。讲错了，讲偏了，所谓治病啊，实质是庸医杀人。这个是在这些情况里面算还比较好的了，庸医杀人了。那比较恶劣的了，则毁教拜法，道明欺世，断人慧命，作恶多端了。所以真实的佛教徒啊，对于这些应该十分警惕。这也是黄老慈悲，我们处在末法，虽然好心啊想帮助别人，但是也要重视啊，自己先要觉悟。所以儒家这个次第啊还是很重要，格致成正，修身齐家，你看进一步是影响社会国家，治国平天下。释迦佛的大法也是派了孔子老子来给我们扎基础的，这个在起世界经佛有提到遣二圣，这二圣如同菩萨，应该是孔子，还有迦叶菩萨应该是老子，那这个大乘佛法有基础了，才在神州大地这个发扬光大了。好，那今天时间到了，我们下一次从黄老的这个白话注解
我们来深入每一句经文，从如佛无碍智所行持名行开始。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